天天回家这么晚。你看那手，鬼怪猫要凶了。他宁可我做家庭主妇，也不希望我跳槽。这么长时间了，你办成了一个案子。日子过得去就行了。给的好不如假的好，咱们要现实一点。再生个孩子就多踏实了。不要再忍了。夫妻两个人打打闹闹是正常的吗？你就这么对家好啊？就是你活该你这样。不要再忍了。一个女人不要这么狠吧，是吧？你非得把老公送进去啊？至于啊？顶这么大的累，值吗？亮哥。不要再忍了，我要赌的是我的人生，我们就跟现实死磕一次，我们就得给他们看。